锤呀、啊！你给我找医生看看，哎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全体集合！有没有委屈你？有，不用说了，赵化石被还给他，做给我看。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现在你们两个听着。没有我大哥任天祥那么好心呢、啊，我要看着你们慢慢的死，把他们两个捆在旗杆下冻结再说。站住！大哥，没有你任天祥，不会有我今天。我发过誓，以后我有什么，你就有什么。我要把你失去的一切都还给你，跟我一起干吧。小黑啊，翔哥，我现在有幸了。百家姓的头一号，我姓赵，我叫赵黑。大哥，你喜欢的话，还可以叫我小黑。我带你去我的皇宫。副官，有，备车。是。跟我来。这是哪儿啊？仔细看看。怎么样，翔哥，是不是很面熟啊？啊！哎呀，你把杂技团变成这个样子了！副官，有。把酒菜端上来，我要和大哥喝个痛快。是。翔哥，你看怎么样？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里将堆满了烟土、大洋还有金条，而且不用我动一根手指头，就会有人乖乖地送上门来，还得看着我赏脸才能收下。小黑啊，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？哎，大哥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先不讲这些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你一定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又当了兵，怎么会又当了司令呢？怎么又会带兵到了上海？挂记你啊，我也很挂记你啊。来，当年我跳到那条河里，我爬上一只粪船逃离了上海。那时候我浑身是伤，一无所有，但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总有一天我要风风光光地重回上海滩报仇。那些年我什么都干过，
我要饭，我去偷，我去抢。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我被人抓住打个半死，扔到山沟里喂狼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大哥你在的话，你不会不理我的。后来听说关东有金子，我就跑去淘金了，不过很惨，又被土匪给抢光了。我把心一横，杀了那个土匪头子，自己占山为王。可是没用，无论我怎么拼，也不过十来条枪。于是我就带着一帮弟兄投靠了北方大帅。我就凭着一身功夫打起仗来不要命，得到大帅的赏识。后来一次混战，我从死人堆里把大帅背出来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当上了警卫团的团长。后来呢？后来大帅的势力越来越大，我们打过了黄河，这回我立下了军令状，带兵杀过长江，大帅封我做先遣军司令。大哥你等着瞧，我这次回来，我要把上海翻个个儿，我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。小黑啊，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头，所以你就更应该好好的珍惜了。你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，造福一方百姓。我已经做了。杂技团那帮兄弟死了的，我已经给他们的亲属一大笔钱，那些活着的我也给他们钱，叫他们回乡下买房子置地娶老婆赶快生孩子，谁对我有恩我就加倍偿还，相反谁害过我，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我的意思不仅如此，小黑，现在军阀连年混战，那些老百姓一定叫苦连天的，我希望你约束你的士兵，严明军纪，不要让他们去骚扰市民，让百姓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。这个以后再讲吧，我现在要的是钱，有钱就有枪，有枪就有地盘。还是像以前一样？哎呀大哥呀，你怎么还像以前一样？你整天想着别人，不想想你自己？你的事我听说了，你以为我坐了七年牢，报馆被人烧了，从现在开始我要还你一个公道。你想怎么做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不要胡来啊大哥呀，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总被人利用被人玩的小黑了，我是赵司令，我可以利用所有的人，我要玩死所有的人。大哥，以前我闯了祸要你替我出头，你坐，你坐，从今往后我罩着你。